就很没有。对啊，冲过来就是会怕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地上没有闪电，很不错。吐到泥巴。是石头吗？应该是。哎、欸，诡异的这个事吗？哇，中大鱼了 ，baby！ 这是石头哎、欸，这是石头，酷！外面的环境看到吗？给。你是 Lucky Stone 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惨惨惨！哇，怎么了？录不到。你要不要卡那根树枝吧？又回来了，卡垃圾。你要上来了？对啊。哼，路亚装逼失败了。失败了。我想得太美好了，可是那天来真的是这样子啊！对啊，太神奇了！太神，因为我料拉个奇迹运。你准备好了？我准备好了。你饵料是？昨天做的吗？不是，这个是之前在之前那个钓过鱼。你说那个彩金鳍吗？不是的，哦，不是的，我也是。就是钓烂烂的鱼。烂烂的。你要在上面吗？你要下去。上面吗 ？OK。看到了，在这里。你是放着而已，对不对？你是看竿尾还是看那个？我看竿尾。我会卡到你吗？我中鱼了！啊，中鱼，中！是谁？八刀。咦，哦，原来是八刀，刚好在要吃的时候，骗到一只，赞！给你一个赞。这个就是拿去钓上次那只泰国鱼的大哥，泰国的一口吃那刚好。喂，啊、哦，没有，你没有。没见过世面的小鱼。哦呦呦，感觉那是水流吗？这里会有水流吗？这真的是鱼吼！哦呦，都好抖好抖，好抖好抖！哎呦哎呦哎呦，有鱼啊！哦，哎呦，好帅！你不要把你饵料撞掉哦。要跟直播转的那种。它这边的鱼不大，而且上次那一只有一只大的，我看到，我带了一个看的。我要等它拖走，一个咻下去。中了，中吗？小的，看来就是小的。饵料整颗吃下去。你饵料包那么大颗啊？应该。哎呦，冲马尾！我好像知道落水会吃的，超级逗的，有落水吗？哦，你还不开，你还不开，看得到吗？哇，吃饱饱，睡好好。都小小只的，可是刚好串哦。哎呦，巴拉巴拉巴拉，正吃人中，正吃人中，终于的，好小只的，所以才会那么小粒，拔到它。
哇，超小只的。没见过世面的小鱼。哦，这是可以酥炸的。哦，左边。你看他们一直在那边绕圈圈。绕圈圈。然后那个小很大的东西就在那边。你说大妖姬在前面吗？对啊。哦，哦，所以才会丢上来去。哪都是的呢。你这个饵料什么时候做的、啊？不知道。很久了。那丢歪了。从台南之后，回来之后就。嗯，回来之后做的很近啊，我以为你做很久了。KB 大大，你是不是很久没晒太阳了？对啊，从台南回来之后都没晒过太阳。被吃掉了。哈，被吃掉了，所以刚刚那个断完就没了。晃啊晃啊晃啊晃！嗯。哦，你下去就好。终于有了有了，有巨过来了，看着可以，看咻，六鱼，看着可以，咻，不要玩食物，它不是食物，它是鱼。就是小只的太踊跃，等不到大只来试。嗯。他刚是撞墙了。都是骗子。走过去了。哎。有了。而我的干弟有了。OK， 他们围过去是在吃我这一颗。哦，棒棒，拍一下好了。好冲，真的很冲哎、欸！这很像那个《海底总动员》的那个多利，他冲到草那边去的。嗯，进来弄。目前最大的，对，目前比较大的，认识人中，认识，哎，拜拜，哦，碰到外槽，还在吃啊，哦，有，水泼，啵，哎呦，有道理哦。动了，我靠！你要不要看路亚？要吗？好好看，还是你有另外一只干吗？没有。是啊，不然我想只可以帮你顾一下。中鱼。哼，中鱼。哎、欸，我们冲过去哦。你看会追啊，会追我的饵料哎、欸。嗯。哎呦，给我咬两口哎、欸。还是你勾的东西勾错了。中了，你看，把它中了，中了。还是他们是追，不是不要追长，他们要追圆圆之类的。我刚才特别。好胖。这个比较大。胖胖的。刚才特别挑了个呢。那只虫还特别挑跟我的饵料颜色一样的呢。他刚才追我很久哎、欸，要追他啊！有，他的
头那边的颜色很好看。下一集。哦，看不到。哎呦，终于了，鱼好近哦。哇，有了有了，又回有，他们又回来了，他们又游一圈回来了。我说他们又游一圈回来了。啊，哦，游走游走游走，看到了。我跟你说，十点半了。10:30。很快，对不对？跟你说。你怎么？我现在只要往鱼群里面丢一下，下面就是开始抢。很好玩啊，变成喂鱼游戏了是吧？对。弄了，哇！你好像在写程式，一步一步来。喂，我这个纹路比较明显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哦，好久没吃鱼了，看到鱼就好兴奋。看到去南市溪钓那个鱼，真的哈、哦，看到的纹路比较明显。啊！饵料好臭，我的眼一直在航航边。深水炸弹。饵料，试一下。哎呦哎呦，水波哎！大水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放大一点看。我的墙现在没动静了。因为我刚电快砸在哪了。就太大了，老爹他在扑通一声，好笑。你来这，他们被吓到之后都会去绕一圈再回来。你讲的好好笑、喔，拍得到吗？没回来喽，看绕完一圈，绕完一圈的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前面几只大只的，太强了，太强乱世了。哦，有水波，很大很大。是 discovery。太强了，我的杆子被咬一口。哇，整块面包被它拖下去，你有看到吗？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包被拖下去了。面包是一个标点呢。我们主要坐在这里讲什么？小鱼。哇，你看整个被淹没了。已经看不到面包了。都被分尸了。嗯，这个死人跟我们两样。食人鱼是吧？哎呦，有哎、欸！对啊，好像真的都很有力，头好壮壮。咦，也蛮大只的。对啊，它这只好凶。我面包一下，要马上冲过来咬。难道你是无国鱼界的花生鸡？哦，超快的啦，超级快的。是过一届的法拉利。法拉利哦，按一下加速。我搞不好。对。